大家好，由文速会出品我监制的一系列短片是表达了香港年轻导演对香港生活的感应。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一出叫做《融和》，是由苏慧仪导演，两位年轻音乐人郑苏佳和陈碧心主演。陈碧心现在是香港著名的胡琴演奏家，而这个故事都是他两位的真实体验，看看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是怎样融和。喂，是啊是啊，黄姑娘，是啊，我就嚟到啦，到，是啊是啊，唔好意思，留下啦。老师，我可以进来吗？对不起，你迟到啊，快点准备开始吧。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可以上堂的了。音准音准，再来一次，低了低了，二手指再高一点，高了三手指，听音准。咁其实除咗我哋自己本身嗰啲教材之外咧，你哋有咩歌想学噶？拉生日快乐，拉俾老婆听。我想拉校歌。我想学月半小夜曲。OK OK， 都可以都可以。咁我哋就逐个嚟啦，好冇？嗱，我哋咧拉 G 大調嗰陣時咧，呢個手指咧外延唔可以咁落，你哋記住要上翻少少。感情幾多一點感情？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这边交通不太方便，找不着地方啊。其实呢，我哋个交流表演本身已经冇咩时间排练噶啦。如果你咁啱次次都迟少少嘅话，我谂都几大件事咯。啊，你听得明广东话噶嗬？那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得，一早准备好啦。不对哦，你进错了哇，找了整个小节。我点知你份谱写咩啫？那谱子写的你不会看吗？得啦，再来一次啊。还是错呀。咁你都冇写你边度入，我点知你份谱写咩啫？喂，唔好意思啊 ，sorry 啊。哇，嗰个咧主办单位咧个创意真系超晒班啊！团长。我真是不明白，那个演出地点咧已经够爆噶啦，仲话要乜嘢包练入二胡喎？干嘛非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黐线嘅，九唔搭八嘅，仲要对住嗰个咁嘅火星人咧，哇！我真系冇晒计啊！这样也太不合乎情理了吧？我唔觉得嗰啲观众咧会中意咯。
位唔該，要杯凍檸茶。给你看下这脖子可不可以啊？有冇搞错啊？全部都是 cut 嚟嘅，乜你唔知二胡净可以拉单音嘅啫咩？我怎么知道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可以做什么呀？那你看还有什么要改的，先改完咯。嗱，呢个 D 音下低嗰啲音咧，全部都拉唔到，跟住高音嗰啲指法唔舒服喎。那没办法了，只能我先拉旋律了，什么都拉不了。好。你啲人不嬲都咁霸道啦，是你拉不了。喂喂喂喂喂，等等先，你都唔跟拍子，你乱拉点跟啊？是你自己跟不到我呀。我跟唔到你，你乱咁拉呀？你唔使跟谱拉噶。我是跟谱拉，是你跟不到我。你都亂拉嘅，你中意點拉就點拉啦。那你隨便拉咯。你用你方法，我就可以用我自己方法咯。那你照你自己方法拉咯。拉咯。点啊？呢个表情得唔得 ？OK 啦。OK 咩？系啊 ，OK 啊，你再夹多次啊。唉，我觉得啲小提琴同埋二胡真系好难夹喎，都夹唔埋嘅。早知嗰阵时就唔应承拍呢条片啦。唔系啊，我觉得都 OK 啊，同埋有心咪得咯，夹多几次咪得啦。系咩？系啊。咁再试下咯。系啊，再夹下咯。好啊，再嚟。唔緊要啦，係咯，頭先我都甩甩地，你早我兩個小時入咯，係嘛？病啊，唔好意思，再嚟一次啊 ，sorry。唔緊要，再嚟過。
啦，收工啦。終於收工啦。喂，交換人質先。好的。啊，估唔到咧，我呢個小提琴老師咧都幾好嘅喎。不錯啊。教你拉小提琴拉到咁鬼錯。我这二胡老师也不错吧，教你也教得很好啊。OK 啦。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办一个音乐会啊，一次演奏。都好喎，其实咧我都谂唔到咧，我哋嗰啲 style 咧会咁夹嘅。对啊，想不到的事情很多呀。我还没有想到，原来香港的女孩子也很容易相处。咁你都好 nice 啫。团长，我真的很不明白，干嘛非要把我们要拉在一起啊？很不合乎常理吧？哎 ，sorry 啊，导演，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可唔可以 NG 嚟过？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明，点解嚟自国内就一定要讲普通话？我啲广东话都唔系好差咋，系嘛？成日都要将啲矛盾位放大嘅。其实。不你唔觉得嗰条桥系好 old school 嘅咩？嗱，你黑面啊，做编剧做到你咁小气边得嘅啫？即系咁，我呢啲都系善意批评啫，又系你自己唯有包容性嘅。嗯？喂，咁咪完噶啦？我睇唔明喎，点解最后冇人出嚟解话嘅？咁唔係你想個 ending 點先？啊，成班人走上天台燒嘢食啊！第一話喺個草地跳起一齊，耶咁啊定㗎？係、個女主角我識㗎，佢係拉二胡㗎，個男仔係拉小提琴㗎，而家調轉咗嘅，邊個先係真㗎？你以為真真假假咁易分嘅咩？呢個世界上好多嘢都係反轉再反轉㗎啦。巴黎鐵塔。如果唔明咧，就用個腦慢慢諗下，呢咪叫創意咯？你識咩？咁啊係。藝術呢家嘢，我識條鐵咩？